咱这时间，咱要和梅丁乐来台电讲话，好吧？蔡梅丁乐，麻烦你。啊，后就是这丁医师啦，吼。啊，丁医师了，就搁进门遐啦，吼，多谢。咱这个新闻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啊，咱公益行动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啊，甲咱在座所有伫布棚下骹的这个兄弟姊妹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拄啊看到新闻爱遐个小朋友、大朋友唱歌的时阵，我就感觉着讲，我的心内。真正足感动，嘛足感恩，啊嘛足感慨。感动，因为这些小朋友虽然因身躯无完全，总是听着因的歌，我感觉着足感动，因为。像信蒙爱执行长所讲的，因虽然是肾脏的一个朋友，对因的心中，咱看到上帝疼。老实讲，我定定甲蔡妈妈讲吼，讲阮的厝，一个人的厝内底，若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人，做爸母的人会真。负担会真大，总是我看到信蒙爱，即个志工，即个老师从执行长以下，因真正是从疼心地甲因照顾即个残障的小朋友，所以我刚刚就讲足感慨，嘛足感动，总是我嘛足感恩，因为拄啊执行长讲。因咱伫头一个月前，咱台湾公益行动教会为着这失望的这囡仔，因经费无够，总是因的疼心无变，所以咱教会呢，咱伫一个月前办一个106桌，伊是甲讲本来是讲100桌，结果超越100桌，甲106桌。超都超过1000人，有疼心的这个咱台中市的这个朋友，大家出钱出力。老实讲，那不是上帝疼，咱无可能有遐尼济人，啊嘛无可能募集超过200万的这个收入奉献，透过疼奉献了信望的这个小朋友，甲因信望的这个机构。来帮助这些受苦、身体不完全的这些朋友，执行长、玉珍们，这些小朋友，我相信上帝会跟信望爱的朋友做伙三个弟弟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过今日，我要过大家分享的，就是。我透过咱长老教会、台中中会教会、社会部的安排，每两礼拜，拢会去台中干白，去甲阿扁前总统来遐甲因，来遐甲伊见面，伫遐做礼拜，伫遐唱歌，伫遐祈祷，啊，伫遐甲伊分享。老实讲，我感觉从阿扁总统。做一个人，已经是去予马英九政府，毋是干那侮辱，甚至甲伊凌辱，已经关6冬啊，已经关超过6冬的时间，一个做过总统的人，老实讲，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好忍受。
我看到边啊讲话大只，手会直直喘，啊底下闪着闪到规个涂骹，伊家讲足歹势，足无尊严的，总是足无法度的。伊家讲，伊家讲一天呢，闪着闪六七十遍。伊虽然是有穿油珠啊，但是油珠拢淡甲，甲阮坐啊一点外钟久，阮涂骹伊坐椅啊，脚拢是油水。我感觉就讲足唔甘的，看到阿边啊伫遐受苦，伫遐哩受，即个国民，即个马英九政府的侮辱，这是对咱台湾人的侮辱，敢毋是？所以今日我知影卢秀莲副总统，伊发起十二月七十，就是后日要过来拜山。伊呼吁所有即边当选的13位县市长，甲新当选的县市议员，拢会当来台中港外的头前，来遐甲阿扁总统面会，来遐祈祷，毋是干那为阿扁总统祈祷，伊的头版，嘛为台湾这块美丽的岛屿来祈祷。所以我希望林世杰牧师，伊几工前伫探望阿扁的时阵，伊讲希望我见的是上尾一遍。我唔知影林世杰牧师吼，伊讲上尾一遍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上帝应允？我希望上帝的气力会帮助阿扁总统早日会当离开台中感觉。迄、那个所在，圣经冇讲，上帝透过伊的圣灵，透过伊的圣手，要让受压迫的人得到逃亡，要让失去自由的人得到自由，要让病痛的人得到医治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今日呢，我搁这边这个所在，呼吁上，咱祈祷上帝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力，在十二月七十世界人权日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在这二八的纪念碑的脚，我们犹原迫切祈祷上帝，若是应允，我们祈求上帝你的开力会亲自牵阿扁总统的手离开台中港北，在后礼拜的中间带台湾人，像摩西同款，伊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迄、那个压迫、无自由的所在，来个老冷老冰的噩梦的所在。所以今日呢，我从面看到这个囡仔，希望爱这小朋友啊，恁来，我嘛希望以后恁有时间呢。啊！阮伫台中港个敬老头前，伫啊每一礼拜下晡2:28拢伫个所在。今日是足特别个吼！啊，来个台湾即个人权甲文化协会呢，啊，伫即个所在咱共同来迎接世界人权日，所以今日特别即个所在。啊嘛，希望讲咱在座所有亲朋戚友呢，恁有时间欢迎恁来台中港每一礼拜拢来个所在，甲大家做伙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啊，我从麦克呢，加予阮的张启忠医师哈，啊，伊这边嘛为足出来的哈，好来那个鼓掌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台湾国乡亲，大家好，真欢喜咱今日竞选了一礼拜，通好伫遮来验收，但是咱知影咱还阁足侪所在做无够，所以今日拄啊才开始。啊，有可能做咱的副市长的刘耀华教授嘛，拄啊到刘教授，这个时间拢要留予你，因为拄啊，我知影你咧开高峰会议，但是即摆开始，我就要感动你，因为你若入阁了，甲阮就是对立，阮无客气，要检验你所讲的、你所做的，朋友啊，你讲的对唔对？对，所以即时起，予阮来甲你请问，你要为台中做什么代志？